针对核处理水的排放，各种抗议继续进行中。在这样的声浪下，东京电力公司于5日，事隔42天启动第二轮核处理水排放入海，与上一轮相同，排放约7800吨的核处理水到太平洋，预计将为期17天。东京电力公司3日已开始将每一吨核处理水加入1200吨海水稀释，经确认后，核处理水中所含放射性物质氚的浓度介于每公升63到87贝克，远低于东电标准的1500贝克。日本政府2023年度计划进行4次排放，总计会排出约3.12万吨。在邻国抗议下，日本仍然继续进行原定计划。环宇新闻许明星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